恢复自由身，丢丢妹李明山还带着新品牌老定酒老咖在台中重启直播市场。哎，第一天上工，粉丝很捧场哦，不仅有50,000人抢先力挺，单日还创下3000万业绩。但是这位29岁的小姐姐，嘿，丢丢妹只有29岁哦，还是喊经济压力山大。每个月房贷是10几万，然后还要负担女儿的那个生活费啊。我儿子应该不止。就女儿她不止10几万了，房贷很多，不止10几万，房贷30几万。30几万？对，因为我台北有2间啊。诶，是哦。嗯，1间中和，1间就一样同一栋，只是不同层。哦，以前好像开箱你那一间有蛮多精品啊，很多就是珍藏。现在变成什么样子？现在哦，哎，这个吗？我跟你讲，现在里面就有很多蜡笔小新的玩偶了。那你那些精品都搬回彰化还是？你说那些精品吗？有一部分啦，对啊。另外一部分。对啊，另外一部分。另外一部分就不知道去哪里了，我也不知去向。烂掉了。我不知不。夜市衣服有不见吗？就只有不见。那。夜市的衣服不会不见啦，都还在。他很会挑哎，那个搬走。我没有说是他搬的啦，就是其实就是某就是可能我自己也搞出来怎么样不清楚。你有买爱马仕这一种？你说爱马仕吗？有。他们还在？对啊，还在。哪一个？你是买哪一款 ？Kelly 跟国际都有。对对，还在还在。对，这两个都还在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想要离开婚姻的念头？其实，原本是真的没有想要离开婚姻哎，可是就是发现，就是吵架之后发现问题越来越多，对，想说那就真的不行，这样，我觉得就不需要勉强，我觉得女生不需要勉强自己，对啊，因为努力过啦，然后也自己有勉强自己过，我觉得这样就够了。他很忙，我也很忙，那缺乏沟通，我觉得婚姻很可怕是缺乏沟通。其实我老说，我真的很就是很希望就是可以全家一起吃个晚餐，可是婚姻内，你们从来碰不到对方，就是平日碰不到，除了过年吧。我是蛮渴望就是那种一家人这样团聚这样子啊，小孩啊，然后先生啊，对，一开始会啦，心里会有那种失落感，可是久了就习惯，就我就为了小孩好，就是手下留情，对，因为毕竟他也是孩子的爸爸，对啊。因为你说他都不来看，这种目标很难。不期待有新的恋情。其实还好，我觉得顺其自然哎，如果有就有啊，没有就没有啊，可以广结善缘啦。所以有新对象是要比较多时间可以陪你。其实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不一定，我觉得遇到才知道。我觉得遇到啦，就是相处上，我觉得。不用很有钱，也不用很帅，可是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是开心的，然后要重点是要爱我的小孩。